这样的歌声啊，白痴也听得出来。我就用我就用他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当做我的奖品。什么？认识你了呢，没够在一起。我的爱拜公拜参会爱是地你就做爱我不后悔原来你的心里爱那么多阿达妈小路老金公公西起摩起瓦路几百岁你用美路看拜我用三个干杯来塞入大大免够再会这一位就适合你们两位来先讲评，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哈，他整个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两个可以先讲评啊？这样的歌声啊，白痴也听得出来。我就用他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当做我的奖品。什么？认识你了，没够在一起。但是我的看法不一样，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因为我这个角度看过去，白皙的双腿。恭喜过关，而且他表演热闹，热闹哦，对，不会尴尬，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听 vocal。对不对？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好像要蛮可爱，用那个台语腔，但是没有那么到位。他应该要再更抖一点。我觉得他很像在唱 KTV， 而且有点醉了乱唱。哎，对，有种在包厢的感觉。是否要给出通行证？一、二、三，我觉得 OK 啊。我没有觉得 OK 啊。那我们意见相齐。对，意见分歧。那我跟你分房间。那这样又找到通过才有办法。没有，那不行，那不行。好。来，欢迎出场，对吧？可以吗？哎，宪哥，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赶快举了，快点！哎，宝儿嘛，是宝儿嘛，是宝儿，熟面孔。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呢？是啊，我想说，我今天就是来当那个炮灰的。哦，难，制造一点那个节目的效果。你怎么可能是来当炮灰？这里又没有在打炮。